好像超过了哦。对呀、啊。好啦。我们就带来今天晚上真正的、真正的最后一首歌曲。那这首歌有收录在那个小小的 EP 专辑里面三首歌之一。那这首歌叫《小蚂蚁》，然后是布农族的一个童谣，叫《嘎罗》。那这首歌就是在讲，有一天有一只小蚂蚁呢，它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土豆，是花生。花生，好的，花生。然后看到花生，然后它一个小蚂蚁，它看到花生，它一个很力气，它搬不动，所以它扑通一搬，找到其他小蚂蚁说：“哎，一起来搬这样子。”那最后呢？他们遇到了糖果，放弃了土豆。不是，最后呢，因为大家团结力量大，所以把那个花生就顺利的搬回去了。然后其实象征一个布农族的传统精神，就是团结力量大。那我是来自南投的布农族，叫萨蒂。他是来自台东太麻里乡金龙村的萨蒂努阿辉。那我们是五马克夫妻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晚上的音乐。好，今天带来这一首歌曲《卡罗拉》送给大家。介绍我们台上的所有的人。
谢来自北方，来自都兰，来自阿富兰的朋友，我们的都兰小钢炮林汉。Thank you.
下课，让我们再次谢谢乌马克夫妻耶。那九华村今晚的演出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离开时请记得要带走身边的个人物品，那喝完的空杯空瓶呢也可以顺手帮我们拿到吧台做回收。那明天铁花村的演出是佳佳初五来我家，也预告一下礼拜天的演出是屁雅吴贝雅，欢迎大家再回来铁花村一起欣赏演出。那在票口呢有贩售乌马克我们的 EP， 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支持他们。那最后呢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不要为难警察。那在这边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以及铁花村祝各位新年快乐，快乐快乐的回家，谢谢大家今晚的参与，晚安晚安。